打这里啊！呀，这个网大啊！好久没来这里了。还是训练的时候来过啊。呵，全是。看到没有？看到，看到。在网里面有一条。哇，那条蛮大的嘞。哦，全是垃圾啊！那一条也肯定是那的网里面那条啊。啊。有那个垃圾也打起来了。这有石头。我要把网挂了。打到了，这里还是挺长鱼的，每次都能打到鱼。哎，两条！哎呀，这条金黄色。这条是什么鱼啊？黄黄的，这么黄。鲤鱼嘛。这里运气好，每次来都能打到鱼啊。这个位置好啊，这条鱼受伤了，你看这条。是被什么咬了？涨水的时候肯定在哪里挂了一下。黄鱼，很漂亮，黄黄的。这鱼是不是从上面沉下来的？有可能啊，上面有鱼塘，上面有村子的。嘿，这里个什么？这有点像桃胶啊。站下来。哎，哎，这边，这是木耳吗？还有这个好东西呢。哦，这有虫子啊，那哪里好多虫子，鼻涕虫。哦，这里鼻涕虫，拿到那边去打窝。鱼在那个岩洞里面哦。嗯。用鼻涕虫打窝也是你发明的。趁着还有时间，先玩一下左下角链接的《真山海经》。这有什么好玩的？里面有648种异兽，开局就送30个血蛋，随意孵化。不喜欢的异兽可以用来吞噬进阶，战力翻倍，直升百级。点击左下角链接领取礼包码，下载游戏还有专属福利呢。那我下一个一起玩。可以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先打鱼嘛。看打了窝效果怎么样啊？刚才在这里挂了一下啊。你这个木耳打窝，要是能打到鱼的话，估计很多人又学到你了。鼻涕虫打窝，那木耳上面有鼻涕虫。鼻涕虫打窝。那个木耳是没有用的。看到一堆树叶，嘿嘿，还有一条小的，哈，这可能是瞎猫碰上石头子。咦，又来一条小的嘞，说明还有点用，它想吃那个鼻涕虫啊。嗯，都是一些树叶啊。可能是这个哦。有的，连服装都打上。这个网还要打深一点的地方就不好用了，因为那个沉点还是有点慢，这个铁链还是没有那个坠子下沉快。外面还有一个小塘，我们去看一下。看这里有个塘，看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？到这里面来看一下，这里面去年我们发现很多小鱼的，哎。有条鱼，有条鱼，有条鱼。发现什么了？这里看到没有？哎，鲔鱼。啊？看到没有？哎，这鱼就漂亮嘞。这是我们这里的牛屎鲑，土鲔鱼。哎，它不会跑啊？跑嘞。这是我们这里的牛屎鲑，土鲑鱼，它长不大的，它只有这么大的。今天的收获还可以哦，收获三条鲤鱼、哎，还有一条西货。看看，我觉得这一条黄黄的特别漂亮。这条也黄黄的嘞。嗯，那个是伤了，可惜了，不然还可以养一下的。这条，这条也是尾巴黄黄的啊。嗯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个赞哦。